嗨，这里是阿胜，我现在正在拆来自 CWT Bob 本送给我的礼物。我一边看喜羊羊，一边拆礼物。那我已经拆了两箱，我那边还有一大箱我还没有拆。我刚刚收到一个史无前例收到最特别的礼物，这位 Bob 真是奇才，这个东西超级酷的。它这样子打开，然后这样子打开，可以看到里面有字，而且它不只是可以这样子打开，各种方向都行，摸一摸之后就可以打开了，像是这样子。有没有超神奇的啦？这样子也行，太特别了。这个叫做哲序 Bob， 你实在是太厉害了，这是我收过最特别、最神奇的礼物。我等一下会一个字一个字看。那里面这么多礼物呢？我从下午四点，现在已经六点多了。照我来说，现在应该已经要发影片，可是我现在坐在这里卡在这里，我还没有办法起身。还有一箱还没有开，我开完那一箱才发影片。那这只手机在我身旁，所以宝宝们看到的这一支影片是从我手机里面发不出来的。那里面的每一封信，我一个字一个字都会读。有些 Bob 真的是很厉害，然后一个字一个字，每一封信，甚至有些 Bob 写了四五页、五六页，我都有看完。然后这个 Bob 也很厉害，有没有看到？好厉害哦！这边有很多很多 Bob 的礼物，我不确定你们这样是不是可以看到你们的每一样礼物，但是我都把它塞在这里面了，所以努力一点看，应该是可以看得到的。好啦，谢谢 Bob 们这一次给我的礼物，一年比一年还多，真的是很恐怖。可是我还都是很尽量的去把每一个字都看完，然后把每一个 Bob 们的礼物都收起来。我真的全部都把他们收起来了，我会把他们整理到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箱子里，在我的房间里面。那这部小版片献给 Bob 们。然后如果你没有看到你的礼物的话，应该是在那一箱，因为我还没有拆开来，我已经拆了两个半小时了。Alright， 那希望宝宝们喜欢这部影片。那 CWT 呢，今年是最后一年了，那最后几次会有是台中场、香港场、台北场，还有高雄场，总共剩下四场。这四场结束之后 OUR 就不会再摆摊咯，所以把握机会看一下有没有粉丝团上面的讯息，然后离你家里最近的 CWT 是在哪里，我们摆完最后一次就不会再摆 CWT 了。那差不多是这样子，谢谢宝宝们你们的礼物，真的超开心的，我从四点开心到现在。所以才拍了这部影片。那我继续拆我那一箱礼物，我们晚点见，影片可能是七点还八点吧，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 Blast Off 跟悟星拍的。那等等见咯，拜拜。